是台北市立大学的同学，他们也是参加过世界大学啦啦队比赛的选手。让我们看看他们今天的表现。开场一个八退，转圈，两个人的摸旋非常有力气。侧冲，非常有活力的一个表演，一个 toe touch， 两个接劈腿，卡拉 say go， 有点不稳。双人的侧翻，非常有力气的一个表演，简洁。